哇，其实快饱了。对啊。他擦我。所以好像也不用做饱啊。我觉得不用。反正能出就好了。一个面包。哎。想到我。我忘记说了。那先这里打掉。哎，太快了。我的第二个面包。哎。我都点太快了。哎。两个面包。好。三个面包。第五块面包，对，这好可爱啊！哇，好好丢哦，好丢哦！哎，差一点嘞，好丢，对啊，好不行，好，那怎么没人夹？对啊，怎么没人夹？还好不好夹吗？啊，它是空的，对啊，我觉得用翻的就可以翻出来了，因为很轻吗？对啊。好啊，我想再捞后面一点吃吧。往前吃我们都不亏。对。它光顶到那个，还是我抽下面？哎，抽得起来吗？对啊，虽然它很轻，可是爪子进的不爽啊，还是有点悬呢。因为爪子中间应该不好弄。对啊，还是直接吸出来。哦。哎，我想一下啊，十二秒，调一下爪位好了。这样可以吗？不行，捞不到。它怎么爪位都长这样子啊？它不能正一点吗？它爪位固定的吗？我想要前面，它是固定的吗？算了，捞不到。对啊。哦，往前了，往前了。后面直接抽起来，它就出来。有爪子。来了吧！好像有机会。放出来！就是来！哎，卡带了，还不出来，太轻了。对啊。哎，它下去了，还是要把那个抓出来。是啊。哎，要上档吗？上来，后面等得很好。有了。
折吧。哎、欸，好厉害！这个真的是，因为它很轻。对啊。放后面。哇、哦！我靠。哎呦。哎、欸，保夹是可以保两个。我觉得很明显可以保那两包哎。因为很大号，而且它又轻。对啊。要保吗？因为保的话就等于是直接撞哎，对对，保了就直接撞，那两个绝对会保出来啊。因为时间应该很少，也没有到亏啦。对啊，因为我真的觉得那两个绝对出来，还是我捏保试试看。对啊，其实保出来我也不亏。啊，怎么这么丢啊？因为它很太轻了。哈哈，这种解法不知道哎，我在 K 八也不太了解。哎，捞到了。它就很容易就一直陷进去。对啊，就卡在这里，然后想放也放不出来。哎。好犹豫哦，对啊，该出吗？哎，又下去了，那太轻了，对啊，哎，出来了，不，对，他松了，松了再给你，好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一玩就松了，哎，哦吼，哎，好像快倒，快倒了，我再玩一次，我想直接推那个绿色那一瓶，他保价多少？哇，哈哈，又紧了，有了，你挂了，我打算问看能不能换，啊对哦，可以换，他怎么这么多？如果他是中间有洞就好了，有了，你先问问看，我怕不能换，他觉得快饱了，是的，其实我蛮想好奇，用一根爪子去顶，他会长怎样？所以一根爪子是 OK 的，还是你比较会？我不知道，这个都搭载，两个，这个我会太重，多一个，来，哦，哎呀，哎呀哦，这个不太高啊，对对。有点高吧，哎、欸，它掉进那个洞了。哎、欸，那如果这种地方用一个爪爪，它怎样？也是可以啦。哎、欸，哦，被咬，高这么快，要去哪了？哎、欸，这个还蛮好掉的。哎、欸，它又松嘞。好像是你比较会掉。喂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下一个那一圈来。那个应该不用理它吧？哎、欸，好像要理一下咯。哦哦哦，好像快上光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什么奇怪位置？而且有来看，要找美招。真的很难得有美招，而且是不是快没了？快没了吗？哦哦哦哦！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来。它掉出来了，还有吗？没有，哎呀，你看那个位置，你看这个这一根，这条路走，这根条路进去，它会掉很多根哦。可是感觉很难路。是吗？再一次，不行就删。但我真的觉得那一根好玩。哎，路不进去吗？再一次就好。感觉好像可以路哎。哎。哇，你刚刚摆好了。再一次，最后一次。你把那个钩摆好了。够啊。啊不行，好了，哎，都准备要解惑了，可以有解惑的动作，那我抽下面的总会有了吧？哎，他不能抽哎，有了吧？
来猜猜看。往旁边吗？什么颜色？好像也是黑色。哎，好快哦！好快哦！来了来了！它可以跑长度啊！啊，跑长度！哎，没有问题。哎，我们刚有出吗？哎、欸，我把它从上面摆到那边去。摆好。哦。哎、欸，赶快上崩了，赶快。其实没有差，它把它掉上去更好。对。要上崩喽。它变得很急，后面变得很急。对啊。上崩时间喽。要上崩哎。哇，这七个人还可以来这里。对啊。它的速度真是有够快，好贵。那根快倒了，快倒了！这是怎么弄下来？推它一下就掉下来。对对对，快掉，快掉！哎，放中中这根中它。中它。哎，那一根超。这两根是怎样？配合哦。对啊，因为它上风了。上风饮料台。对，那一根。好靠，好那强哦，那一根。那一根是怎么回事？是因为上面那一根吗？还是牙好？也没那么重拔出来。我。我靠！那结果我们刚才好像把自己的路做死了，哎，它松了，它就可以甩那一根了。哎，那个也没有用，你加那根就行。对啊，哎，这根找对了。哎，没有太忙那边，它这边也全部这样子。它动，它动了，它动了。这个比较健康，这里不好喝，这个比较小健康。对，它是不是也是无糖的？那应该剩右门，那我觉得45度也是直接滑下来啊。我把这边地基慢慢拔掉，它后面那么窄，它也回不去了吧？对啊，真的很窄。哇，这么重，可是你要想，你把那个洞跑，所以一定要讲的话，不会有人在阻止你，它下来就下来。对啊。哇，被阻止了，被阻止了。这是什么厉害的完美三角？快上风了！我想要甩这根呢，甩不太到。算了，我自己拿下来了，因为这个也会滑下来。对啊。在这根。对啊，应该是一次收三根哦。什么玩意？这根？它怎么这么厉害？好想抽它！好想抽！好想抽它！哎，下来了！真的吗？除非它给我开闸具啊！碰包都不好夹，太短距了，再一次，再一次这样。好轻，好摸摸，感觉爪子伸不进去。对，对的，对的，碰包。哦，我刚刚一出来上厕所看到他，真的假的？我就说，哎，来这。当时我还叫你说好喝的饮料啊。原来如此。哇，你爬往后退。我都是后面推完之后，就抓前面的，他往前。因为后面变得很紧。对啊。哎、欸，不要合在一起啊！对啊。哇！哇，我是不是快把，我快把地基，我快把地基拔了。这也是另类的一种。我先把那个夹到，再把地基拔了。它躺躺躺，那个就小。对啊。你很重。哎、欸。太重了。也没那么重吧。赛太好，我们这边都可以。是啊。那我拿给他放的是放绿糖。可以啊。它的糖线比较短，它都藏起来。哇，抓出来！哎、欸，好像快要变上风嘞，再把它停下来好了。哎、欸，它不在动嘞。我怎么会塞到那里去啊？哇，全部在洞里耶！哎、欸，我都把它洞补好了。
哎，那我把那边夹掉，不是等下那边也会长毛吗？再试试看。对啊，你看那边在动了，然后那边有点松懈，等下就会长毛。哎，很厉害耶，为什么就是不掉？有机会让它有了，抓到它了。哎，好像太紧了，后面有三根太紧了。哎，就松嘞。我还真是会抽啊。哎，那种撞那一条。对啊，我想抓红色那一根，它应该直接撞那个地基，它中间闪了。哦，不是这样子。那我抓那个绿色，那个紫色应该也会起掉。哎，我没有靠进去吗？最后看那边好像有点松掉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紫色那瓶快松了，再多攻击一下这一根。有了。有了，快松了！原来这个哎松掉了，你的爪子也松，是真的。它松会松，什么都松了。哎，没有，这全部滑下来。其实这个完全很爽。也要给我这么香的饮料。对啊，来最后一根了，那一根嘛应该都没了。哎，它要松了，大嘴啊，大嘴。拔下来。哦，哎可以。啊，因为我每次看到这种都想用方的。我知道啊。哎，它严重，哎，它严重很严重哎，现在不能用翻斗，不行不行，哎，它严重，哇，先把后面坐满一点，哎，是我在想哎。它是可以直接往后面推啊？怎么推？不是这样推。我刚才就说你是开台摩托车，我说我们骑摩托车，那你有想好怎么拿回去吗？我说我没有想那么多。没有想那么多，好像有道理。我就说我高兴怎么回去就怎么回去，你不用管我。哇，太紧了，那一根起来应该会往前滑，太重了，全包好了，有了，哇，全包真好哎，全包真棒，因为全包力气很大，哦，好，可以玩这里了，哎，还松了，他会想说今天会会会，好像销量很好，是吧？往前带。哎，完了，它怎么是卡这里？哎，可是这边插得进去吗？这个有点悬哎。其实我看不懂，它到底是在削美招还是在削圆锤？应该是美招哎。还是给我卡爪、啊？哼，拔出来，拔出来。好了，好像被我那一根，如果可以起得来就好了。哪一根？那一根，这一根。我觉得有点困难，应该要进去有点难。我也觉得有点难。我应该先从上面拔起。可是我觉得保夹去保那一根会很棒。他保了吗？不知道，他刚刚没过啊，现在六十。真的有点不好意思，那我先搞这里吧。好像快饱了，哎，饱起来，那我可以慢慢搞这一根了。它不好戳进去。对啊，哎，戳进去了，戳进去了。哎，哎，一点事都没有。为什么？这不是你的地基吗？看来错了。哇，错菜。这么是这边是没救了。
钱包吗？因为我觉得它都是长长长的，你刚刚证明是长长长的。试试看啊，我再用一根爪子抵它看看。是这样吗？就是因为它很重，它会到处踩。它饮料又是那种弹性的。我想一下要抓哪里比较好。应该剩这里这一根吧。哎，你在抓哪里啊？啊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等它出来了就没有用了。对啊，我就是抓上面那个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根一根。哎，我刚录进去的。它这样抖一下。对啊。对啊，来跟他快，对他很快。那你有什么办法？他除了推捏之外，这好快哦！我想一下哦，可能要先把地基做好。那他能够凹下来？哦，哇，两个。不行，你别离开。除非他帮我做平台啊，他可以帮我抬在下面。啊，有了吗？其实我想试试看抓后面的。我也觉得抓后面。大家都不抓后面。哎，那再把这个抓起来。好高好高，可是我在推后面的、啊、他怎么屁股朝上啊？再一次，真的太快吗？真的太快了，他是一排，哇，哇，那又没哦，收到，对啊，再把上面的抓下来，它上面放量比较好像比较好一点，并没有，好钱袋，哎，还是勾那一层，它勾到吗？太重了，可是不会出来。太重。好夹吗？这样算好夹吗？好像这边都还有机会。用我们的，就用我们的，不要那么。哎，躺平了耶。对啊，因为他爪子有点小。真的。哎，它可以顶，还有桌下面看看。哦，那摸到。可以，可以摸到，可以摸到。还是把这里夹起来。哎。太紧了。对的。哎，为什么？还太紧了啊！这个扣子不想扣。再一次。哎，下面完全摸不到。它摸到可夹不起来，这样。对啊。好像没什么嘞。好吧，那洗衣球真的改，可以同跟朋友讲洗衣球改吗？对，他不用来玩。好吧。来，我想说，我家是把那个脏头发会放在这的。有可能哦。我还没有大只的拉普拉斯哎。
钱包看看，我靠，这是怎样？他可以走了，他不能换哎。我靠！夹他，又夹他，他好像很较好夹。他应该是因为有脚。这边我想上十八 brass， 因为如果用太紧就不太好，所以我才抽得起来。对，还抽起来。我刚以为抽不起来。我刚以为他抽不起来。哎、欸，抽不起来。为什么？对，为什么？看起来可以抽起来的就抽不起来。还是我高深一点看看。这个怎么可能再不起来？真的不起来。啊，快起来了。怎么不下来？夹后面那个。他如果早也可以再抢一点就好了。想要亏钱吗？那你三个换一整换成好像也是，好像有点道理。对吧？怎么会这样子嘞？被他顶到了这一根。都被他顶到，哇！然后又出一出两个、啊。你有擦吗？我没有擦。哎、欸，可是有仓位，我试试看会不会掉，不会掉就上。会掉。就还缺两个，反正今天他有话来接我们，没关系。你管饭吧。哦，我要去完之后，别人还在了。那包裹就完全空了。对啊。好，最后一包，拿打那一个嘞？这个吗？我觉得是用的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个应该都滚不回去了吧？快过去。有。哎、欸，差了一点点，你想怎么样？就差了一点点，真的是甩打。有了，对啊。哎、欸，他们夹上对我来讲很好，因为我这样可以放到下面的那个。哎、欸，美招了。对，我很这样比较好放到下面。哎、欸，可以放美招了耶。嗯。那我这样我反而感谢他们，我这样夹好拿到下面的美招。真的哎。因为原本是被压住很麻烦。对啊。因为那个原本。我想要抓那个紫色，然后撞它下来。哦，希望上面的可以掉下来。哦，好怕。啊？
觉得那么麻烦。真的。美招哦。帮我教啊！哎，这样子也夹到，你好扯！我觉得好像快坏掉了，快坏掉了！你不觉得它下爪的时候要嘚嘚嘚一下吗？马达怪怪的，但马达怪怪的。快坏掉了！哎，坏掉了，真的要坏掉了。你看啊，乖乖的，大甩大甩，刚才就变成坏了。阿姨，你有事来？好想把后面的。哎，真的。知道哎，还是我好紧，再一根吧，这一根为什么不会掉？这都已经一半个身体在外面啊，剩下这个动不了，动不了。哎，我把你的美刀抓起来了。啊！再一次，我的刀吗？摸不到，摸不到，放弃。